风一样的自由。陈宇将情感推到最高潮，用尽全力也象征歌手最后一战完美落幕。尽管最后与冠军无缘，但参加歌手以来惊人的改编功力，总能把不同歌曲都唱出属于自己的味道。从小就耳濡目染，喜欢老师的棍棒，我都甩得有模有样。是我一直最喜欢双截棍，柔中带刚，想要去奔南嵩山学校练个武藏。挑战周杰伦的经典歌曲，华晨宇把原本就擅长的饶舌 mix 进去花旦唱腔，俨然成了双截棍2.0版本。更别说只用电子琴自弹自唱，特有的高音吟唱假行僧，全场听到被气迷神。假如你已经爱上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原本就充满诡谲气氛的易燃易爆炸，华晨宇用花腔技巧呈现出宛如歌剧般的舞台现场，再次震撼全场。尤其这首来自台湾独立乐团草东没有派对的《山海》，透过华晨宇迷幻摇滚的诠释，让更多人能听见。算明白，算明白，我给不行。传达着不同故事，音乐路上一路走来，始终勇敢做自己的华晨宇，心境仿佛像是这首歌。要做个坚强的好梦。
沙漠里一样盛放的日落落。唱到眼眶泛泪，华晨宇用音乐证明，不用随波逐流也能引领市场。说他是如今华语乐坛90后的歌王，不过一点也不错。今晚由整理报道。